号 OK， 谢谢。22号 OK。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哲然老师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甲镇澜宫。今天是元宵节，为什么特别过来呢？因为今天大甲妈祖要在元宵节，现在下午傍晚6点，就是5点45分开始要把杯决定这个进香的日期。那现在呢，其实在现场也有妈祖的观光文化节在这里，应该要进行表演，刚刚好像是在彩排，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舞台，非常非常的热闹。看一下这条，应该是在蒋公路的侧边，联想饼店的这里，美德百货联想饼店，还有这个是金华山珠宝银楼，这里设了一个舞台，那很多人都在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像不知道是谁哦。我觉得大王没有什么精神。大家好。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大家配合的，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团体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谁。需要你们做一些动作啊，跟大家一起表演一下。对，好。